講到台灣火鍋咧，一定唔少得麻辣鍋。啱啊！我哋嚟到台灣，梗係要試下佢哋嘅麻辣鍋啦。冇食過佢哋嘅麻辣鍋，又點會嚟過台灣呢？係啊，同埋咧，今次我揀呢一間係好特別嘅。有啲店為咗慳時間咧，係唔會整自己嘅麻辣醬嘅，但係呢一間咧係自制嘅。呢一間開到凌晨嘅麻辣火鍋店喺台中相當受歡迎，可以喺競爭激烈火鍋市場中擁有一席嘅地位。原因除了麻辣醬是自己費工調製之外，還講究用料的健康，以芥花籽油取代牛油來炒，之後加入十幾種中藥材和豬骨湯熬煮的麻辣湯底，香而不膩，又不會死鹹，喝多幾口都不會有負擔，就連不吃得那麼辣的人都可以享受這個麻辣鍋。我們開工了。我昨晚想了這個麻辣火鍋，想到整晚都睡不著，現在終於可以試啦。哇，這麼誇張，我點了一個鴛鴦鍋，這邊是麻辣鍋，這邊是羊身雞湯鍋，正啊，兩個都可以試，試下麻辣先啦。不如我們試下個湯呢。哇，它很順喉的，我們剛剛叫這個呢是小辣的嘛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它不是說太辣，我覺得對於香港人或者對我自己來說是可以接受到咯。台灣的麻辣火鍋湯底不會太油太辣的，再加上這一間店的湯底用芥花籽油取代一般麻辣火鍋的牛油，口感上不油膩，還混合豬骨和水果煮了足足一日，所以湯底才可以這麼濃郁、這麼香又好飲順口。你話你好中意食鴨血噶嘛？我留翻俾你啦呢個。哇！佢又係成嚿鴿皮，唔會散噶喎。同埋咧，佢好有光澤，嗰啲麻辣嘅油咧，全部都係滲曬喺上邊。點啊？佢好嫩啊！同埋咧，佢唔會有嘅鴨嘅腥味，但系咧又有少少微微地嘅血腥味，好正啊！呢個仲要好大份咯，佢每一嚿都。同埋咧，食落去嘅 texture 咧，好似 jelly 咁，但係滑嘅 jelly， 同埋佢完全唔 taste 到係有鴨嘅味道咯。我哋可以試下啲牛肉喎，等我夾份牛肉先。哇！啲牛啊，好新鮮啊，深紅色噶。不過佢咧呢度咧脂肪嘅部位就唔算多，咁應該唔會話好肥膩咯，食落去。係啊，因為個麻辣火鍋咧已經有啲油份，所以咧其實加呢個牛咧都唔需要。係啊，香港人打邊爐咧都會話十秒就食得，但我真係唔係好食到生嘅，所以我都等耐。十秒啊？係啊係啊，或者五秒就得㗎啦。大家睇下，仲係紅色㗎。係，咁你 medium rare 嘅肥牛。啲牛咧好嫩啊，好 tender， 真系唔系講笑，牛有牛味，真係好重牛肉味，好新鮮啊！同埋咧，佢個肉咧，雖然佢唔係好肥，因為我通常都係中意食肥牛，係啊，但係咧佢配咗呢個麻辣油咧，其實係好夾咯。呢一個麻辣湯咧真係勁，我俾佢十個 like。因為通常麻辣湯咧係好麻辣，同埋佢個油咧係唔會太 heavy， 所以我係可以一直咁食啊，同埋一直咁飲，飲咗好幾碗添。今次咧食咗呢個麻辣火鍋真係好有驚喜啊！因為我之前咧喺台灣食嘅麻辣火鍋咧係好唔同嘅，我反而好中意佢嗰個辣味係多過花椒味，因為我哋飲嘅時候咧就唔會真係麻到個口會。唔舒服啊！有時真係太麻嘅麻辣湯底咧，會真係成個口痹咗孖潤腸咁樣咧。同埋我又覺得呢個辣唔係真係太辣，我哋小辣咧又唔會辣到噴火咁樣。所以我覺得就咁飲咧，其實係幾舒服。整出嚟麻又唔會太過辣，香但又唔會太過油嘅湯底，呢個火鍋嘅麻辣醬絕對有佢嘅特別之處噶。所以特別請了師傅示範給我們看麻辣醬的做法。第一個步驟就是做底醬，首先煮植物油，在180度左右的高温下將油加熱到冒泡，接著加入油燈籠椒等各種辣椒磨成的粉，再慢慢攪勻。哇，好香啊！看到它 bubbling 啊，邊邊有粉有沒有把它翻煎完，咁即係話咧，佢要將嗰個油同埋嗰啲粉咧變成一個 paste 咁。放着讓它熟成大概半小時左右。
半小时。对对对，慢慢静置熟成。接住落嚟呢一个步骤好特别，就系炒葱油啦。首先要加入蒜末，再加姜片，最后加葱末，细火慢炒大约15分钟，千祈唔好炒窿啊！完成之后就要过滤葱，净系用炒出嚟嘅油。系咪要夹啊？你帮我拿着。好啊，好啊。这样子，我们只要萃取那个葱油里面的营养价值，这上面的东西我们不用。所以我哋頭先食麻辣鍋咧，係見唔到姜啦，同埋蒜蓉同埋啲葱噶，因為佢哋隔走曬噶啦。我反而好想食呢啲葱啦，好香啲蒜蓉同埋葱味啊，有沒有？很大的味道，很大的味道。好，超中意蒜蓉的味道。這個我們就不要了，放在那邊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浪費耶。這個也可以吃啊，這個拌飯之後也不行，我待會拌可以吃完。完成了麻辣底酱和啱啱的葱油，现在就可以真正开始进行麻辣酱的制作了。然后加入我们的辣豆瓣酱，加入我们的清酒，煮滚了，一整大碗都加下去。师傅，我想问如果我们家不用清酒，可不可以用米酒的？我觉得清酒的话，我们味道会比较提升，然后米酒就没有那个香味了。对，我们用清酒比较好。然后这个动作大概煮大概15分钟左右。OK。一样是小火慢慢慢慢搅拌搅拌，不然它会焦这样。一样细火搅15分钟之后，就可以倒入刚刚摊了半个钟用辣粉做的酱啦。再小心烫哦。好的。哇，好香啊，麻油味啊！嗱，而家仲系细火噶，我哋要继续慢慢咁样搅下佢。我 feel 到仲系好多有少少酱咧，未溶晒落去嗰、那个。汁嗰度，你一路整呢個麻辣醬，一路好肚餓咯，一路想流口水嘅感覺啊！死啦，會流咗啲口水落去噶。雖然頭先已經食飽啦，但係而家仲想食呢個醬咯。15分鐘後就加入20幾種中藥磨成嘅粉。師傅話唔好直接放中藥材入去，而係要磨成粉，因為煮嘅時候風味會更加揮發出嚟噶。至於中藥材，其實都可以在中藥行直接買呢啲現成磨好的藥材粉，慳啲時間啊嘛。然後這個的話，我們就從中間往外慢慢卷，這樣子比較不會把粉灑出來。啊，差不多咯。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火關掉。OK。熄咗個火去。哇，好大盤啊！然後加入我們的這個芝麻辣粉，慢慢攪拌均勻，讓它融入在裡面就可以了，這樣就完成咯。剛才師傅教我們做麻辣醬，我發覺控制火候是很重要，因為如果火候太大，它會濃和苦的味道，但如果火候太小，它的香味就不出，所以它會影響整個火鍋的香味，都會花很多時間和很多功夫。難怪這麼多人都不會自己做麻辣醬。其實我覺得整個麻辣醬的時候真的很複雜，真的由頭到尾都很複雜，因為你中藥的藥材已經有十幾種，辣椒已經有7至8種。其實如果你不是話真的很專業咧，好專業嘅可能入廚房嘅廚師，你根本喺我腦海中係得1-2種嘅辣椒種類，但你真係要好熟悉啲辣椒種類同埋啲藥材，你先可以執到全部嘅 ingredients， 再要磨成粉喎。即係你諗下啲中藥10幾種，其實真係好多功夫㗎，你每樣嘢都磨完粉。不過我發現咧，頭先我跟師傅學嘢咧，佢就同我講話好多醬料同埋好多嘅食材都係隨意。即係可以按照翻自己嘅個人喜好啦，即係譬如我唔係好中意花椒太多咧，我又可以落少啲；可能我中意嗰個辣椒味重啲咧，我又可以落多啲。然後我又覺得我好中意紅棗嘅甜味，我又可以落多啲。同埋而家咧好多中藥鋪咧，佢會 pack 好曬嗰啲粉俾你噶，咁其實都喺屋企可以整到噶。我下次會同我阿媽試下一齊整。台灣介紹了咁多嘅火鍋，仲有一個火鍋係未介紹嘅，知唔知係咩？一個火鍋。嗱，我俾啲 tips 你，係一人一個鍋，同埋好有台灣代表性嘅，而且咧佢中意嘅人會好中意，唔中意嘅人就會好討厭噶。
哦，我知啊，我成日喺香港食噶，係大腸瘦瘦鍋嘛。就係啦，咁代表到台灣嘅火鍋，一定要介紹下佢。嗯，根據網上面一個報道講，台灣人一年可以食到15億個臭臭鍋，真係超級驚人啊！這個咁代表到台灣嘅火鍋，通常喺鍋入邊都會放臭豆腐同埋豬大腸。餐廳在上菜之前都會加入不同的食材入去，就好像肉類和蔬菜，每間的餐廳用的材料都是差不多。而這間的小型火鍋店的特色就是用雞頸去熬湯，整他們的臭臭鍋湯底，令到原本看似簡單的臭臭鍋多了一種家常的風味。哇，名太動了，我本身以為臭臭鍋是真的入到嚟門口已經有咁臭味撲鼻而嚟啦，但其實是冇嘅咯，係啊，完全是香味咯。我諗呢啲應該是豬肉啊，豬肉片嚟噶。係啊，佢仲有好多椰菜，有啲腸仔，哇，仲有好多丸啦。哇，呢個台灣腸嚟噶。不是我們在香港吃到的芝士腸，是不是豬大腸啊？豬大腸，是啊，我至愛啊。哇，豬大腸我覺得好香啊，還有金菇啦。哇，其實真的很豐富啊。你知不知道這個鍋呢，一人一個啦，100多元台幣一鍋啊，即是大概40元港紙啊，所以這個呢是超級平民的火鍋。如果你月尾手頭很緊的時候沒什麼錢，這個中午晚餐都可以吃，一定省到錢。你知不知道我在尖沙咀那裡做事的時候，我是每兩個星期吃三四次的，是因為它真的很抵食， even in 香港都是100多元，然後你可以吃到全個鍋。同埋咧，我好中意呢間臭臭鍋咧，佢真係好似 buffet 咁樣啊，又可以自己斟嘢飲啦，又有雪糕食啦，又有得自己整啲醬料啦。係啊，試下湯先，聞落去咧好似車仔麵嘅味道啊，因為有豬大腸浸咗喺入面啊。哦，佢個豬大腸嘅味道咧係好出嘅，其實我完全唔 taste 到個臭豆腐嘅味道咯。我都覺得冇臭豆腐嘅味道，佢個湯咧其實係好清甜咯。講真啦，雖然而家覺得唔臭啫，但臭臭鍋咧喺屋企整嘅話一定好臭，因為我媽試過喺屋企整豬大腸咧，係真係洗嘅時候好臭，成間屋都係陣內臟味，所以呢啲真係出街食算啦。哦，你中唔中意食臭豆腐啊？我中意食臭豆腐嘅，但係我平時食開啲臭豆腐都係脆皮噶嘛。我第一次係食臭豆腐係，佢係得入邊嘅。豆腐烚完的，我好驚啊！我係唔中意食臭豆腐噶。我自己覺得咧，呢個臭豆腐咧，佢係仲係奶白色嘅，佢係唔係醃咗好耐嘅顏色。如果醃咗好耐咧，會好似嗰啲滷水嘅豆腐咁樣啡色噶嘛。試下啦，哇！佢都好大塊下，好大陣味啊！聞落去真的像香港嗰啲臭豆腐味喎，要好近咁樣聞咯。我差啲以為你話聞落去好香，你放完啦。是臭的，已經確認咗。你唔食嘅？好驚啊！其實佢咬落去咧，佢唔係即刻鬆開嘅，都係實實地有口感、有咬口嘅呢個豆腐，而且食落去咧。嗰種臭味咧，唔係個個人都中意咯，我覺得係唔係個個人都中意，係我真係好臭啊！呢個豆腐係我呢個全人生咧食嘅最臭嘅豆腐，佢個酸味咧係好出噶啦，即係好濃嘅酸味。咁跟住佢唔係酸味啊，係酸叔味啊，係酸叔，但係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咁講啊。係，但係啲人就係中意佢嘅酸叔味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要點下睇下點先。我想呢個汁咧冚住佢個臭嘅味，冚少少啦，可能。好啲喎。好多。哇。我中意咁樣食啊。哇。咦？其實呢個咧，如果點沙茶醬點豉油咧，係完全冇嗰個粟味咯。咦？但係你啱啱又話喺香港食過臭臭鍋嘅，點解會冇食過臭豆腐嘅咧？因為咧，我驚臭，我淨係擺喺個湯嗰度，我唔會食噶。係啊，但係如果臭臭鍋咧，其實佢係冇臭豆腐嗰個味道，所以其實可以食其他嘅料咯。不如我哋試一下食佢哋嘅豬大腸。我喜歡吃大腸。好靚啊！
睇得好彈牙，佢真係完全好新鮮嘅感覺啊！嗯，同埋真係食落去咧，好有香港食車仔麵嘅感覺。佢嘅脂肪咧好夠啦，所以佢會即刻喺你個口嗰度溶咯。嗯，同埋佢係真係咬得開嗰只豬大腸。嗯，有啲如果太硬咧，會成日會有渣咁樣咧咬唔開。係啊係啊，同埋咧。我喜歡它是切細舊一點的和薄一點的，因為其實有些豬大腸它們太大舊是一味咬都咬不到的，但這個是可以很容易咬到的咯。大腸不單止沒有味還很有咬口，而清爽的湯底更加是這間餐廳的特色。有些火鍋店有時為了省時間就會用高湯粉或者高湯磚去煮，但是這間餐廳竟然每日花時間心機去自己熬湯，我都很好奇他們用了什麼食材去煮啊。師傅你好，師傅你好，可不可以教我們做那個臭臭鍋啊？我們的湯啊都是自己熬的，那基本上會放洋葱，洋葱白菜，白菜這個是什麼來的？這個是雞脖子，雞脖子，雞頸嚟㗎，好，還有蒜頭，蒜頭，對，是，好，就係咁啦，好簡單喎。師傅話，除咗呢啲食材之外，佢哋仲用咗佢哋自制嘅調味料，將啱啱嘅食材逐一逐一咁樣放入去鍋裡面。首先就會放入洋葱同埋椰菜，之後就放雞頸，最後就放蒜頭落去，大火熬三個鐘之後就完成咗呢個湯底。而家我哋就可以幫師傅準備火鍋料啦。好多料啊！夾邊個先咧，師傅？先幫我抓豆皮。豆皮呢個。小白。咁快嘅。係。好，兩塊臭豆腐。兩塊臭豆腐。點解我鍋就？好，生菜。哦哦。咁快嘅。酸菜呢個，大腸五個，大腸嚇，大腸呢個，豬大腸，韭菜，韭菜，嗯，貢丸，貢丸，哇，呢個係考我哋普通話，貢丸 ，OK， 嚇，啊，你話呢個腸，哦，哦，甜不辣，甜不辣，甜不辣，甜係咪甜不辣啊？甜不辣，係咪？呢個對，原來呢個啊，煮雪糕，哦，雪豬血糕，哦，金針菇，金針菇，請你啊買窮間餐廳啊，真係，你都係喎，掹唔開啊，紅啦，係啊，開心就得㗎啦。那最後我們再放一點高麗菜，然後大概一把，咁好啦，再多一點，再多一點，再多啲。再多啲，冇咁孤寒啦。再嚟，再多啲，再嚟，再嚟，诶，哇，滿曬噶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OK， 可以啦，系咪啊？湯咧，這樣就可以。嚟，我們後面哦，好，我們要先加沙茶一小匙，沙茶醬，沙茶一小匙。哇，哦，其實而家咧，佢話加沙茶醬，我先至 realize 我哋係食咗沙茶醬嘅味道噶。我看到咧，佢一上碟的時候已經有呢撇醬係未撈勻噶。那加完之後的話，這一鍋就是剛剛我們熬了三個小時之後的成品，可以看一下。哇，好清啊！係咯，跟住直接倒，我們大概加七分滿就可以了。差不多。我小心哦，會燙。係咪搞掂啦？誒，這樣就可以了，謝謝。好耶，可以食啦！我第一次食臭臭鍋的感覺咧，我係覺得，咦，原來豬大腸浸落啲臭臭鍋度又幾好食嘅喎，同埋我都覺得台灣人咧，佢哋係整到啲內臟嘅食物咧完全唔腥，我覺得呢樣嘢好犀利。但係佢呢度就算叫臭臭鍋都好，我都覺得係幾香㗎。其實個鍋係幾吸引㗎，我講起都流口水嚟㗎。對於中意臭豆腐嘅人嚟講咧，係。好正嘅，因為佢臭豆腐真係好臭啦。我覺得臭臭鍋係台灣嘅代表之一啦，係因為通常火鍋咧都係鴛鴦鍋，但係呢個咧係 individual 嘅，同埋加上咧佢係好多唔同嘅材料，尤其是係大腸同埋臭豆腐啦 ，which is 台灣嘅 top foods， 即係台灣 is known for this。同埋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料，同埋佢好平。台灣人咁中意打邊爐。所以打邊爐的料都相當之厲害的，我每次跟台灣的朋友打邊爐，最喜歡就是吃他們各種的丸。所以除了介紹火鍋之外，我們還要帶大家去傳統市場行下火鍋料店，
呢间老字号鱼丸专门店，种类好多，睇下台湾人中意食咩火锅料先。哇！我平时最中意食芝士丸啊，佢仲有啲咧香港冇噶，譬如排骨酥啦，同埋日式鱼鳞虾，咁得意嘅即明太子喎、啊。你 get 下佢哋嘅 top three 系咩？Top three 啊、嗯，我谂系鱼蛋，呢度有超级多鱼蛋嘅类型喎。系啊，但系边个啫？台湾人嘅口味我谂同香港人嘅口味唔同。我谂佢哋会中意食芝士嘅，呢度有芝士嘅明太子。OK， 仲有咧？但系佢呢个芝士明太子都系鱼蛋嚟嘅，应该。仲有啊，Top three 应该有排骨酥。OK， 香港是沒有的，我覺得特別。還有第三樣應該是芋頭、因為我見間間餐廳他們打邊爐都有芋頭的。全部三個都錯了，當然錯啦，這裡有三十幾種。就知道是哪幾個、他們第一個是這個魚包蛋、然後第二個 bestseller 就是日式的魚豆腐、這個也好吃啊、然後他們都是很喜歡這個炸蟹肉的。火鍋料台灣同埋香港咧，其實都好接近噶。因為我哋去市場嗰度咧，其實我哋去嗰個遠檔咧，全部啲嘢大概都係一樣噶啦。佢哋都係好中意食啲魚蛋啊、啲丸啊，啊入邊有 filling 嗰啲噶。台灣呢邊就好注重係真係好新鮮。譬如我哋去嗰間咧，佢係最主打係賣魚蛋類的，我見到佢魚蛋的類型都有不同的形狀，又有三角形、正方形、圓形，即乜都有。其實係咁，但係香港反而係會重視可能魚滑啊、蝦滑呢啲會比較新鮮，因為即刻打噶嘛。但係丸咧，我哋通常都係食急凍咯，所以好似相比之下，台灣人打邊爐真係有要求一啲。